就今晚，如果你不方便的话，我去找你。给我研究一下呗。哎，你来啦。对啊，就是昨天晚上那块是吧？我都等你好久了，对，就是昨天晚上。来，给我欣赏一下，十星比十二瓶里面看的还要大嘛？那我作为你的顾客，你给我介绍介绍呗，说点好听的话，我才想购买的嘛。来吧。嘿嘿，不爱。你看它的皮革非常干净，你看一打灯很透，那这个鱼肉是非常非常干净的，不错。种其实是非常老了，已经达到一个荧光的表现了。好了，好，行，你别再说下去，你再说下去，我估计这个料子它价值要翻几倍了。它的确很好啊。说价吧。十万。你看到我的眼睛，好好的说，这玩意你要我十万？这还不够好？不是，一口价，这样吧，六万。你不真诚，十万你砍我那么大一刀，不是这还多吗？多。我既然来看你了，我肯定就是看你为主，不是看石头为主是吧？你一聊工作，你这副状态我就不喜欢。要不这样，我先给你五万的定金，我拿回去考虑一晚上。过了今晚以后，我给你答复。就今晚，如果你不方便的话，我去找你。